我这些怎么防疑问的方法，防问题的方法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有个新发明，其实那个发明的好几年了。为什么？那个方法就是帮我们怎么省水，你记得吗？政府最近说两年来有达到 30% 的水费，所以我觉得我那个发明对你们新加坡每一个人都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可以帮我们省时间、省水，还有省，用一个省东西来说，对我们来说就很重要。看你很不很用我那个产品。因为为什么？当我发明那个东西的时候，其实我经过好多次的改良，好几年，真的好几年，大概都有四五年了。咁样每一次改良啊，不行不行，改就改良。后来改到现在，我敢肯定有99%成功的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那个东西就是一个省水器。我们是用一种电，有个音乐盒放在里面的，有条电线的。其实那电线呢，是用按那个电芯的。不是用到四个电，还用钢的，用粒粒的电线的，所以我可以将这电线套对这边，然后我那个东西放接住，我不想给人家抄袭我的东西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当我准备一瓶水，想当它沉稳的时候，没关系，然后呢，我就放那个音乐盒放到，咁啊，如果你水升上来了之后呢，它会升起来了。那就很简单，我可以告诉你们那点东西的。譬如那只桶，我们开了个水喉，很大很大啊。咁我的时间很紧了，来不及告诉你等它。OK， 没关系，我示范给你看。那跟我咁样不停倒，倒得满满啦。那倒得满满啦。他呢，一听到哥哥的水，然后呢，经过沙子，他就会想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水还没有闻到。那闻呢？你闻听得到吗？那个是用光电的，很安全的，不是用四个电，非常安全的，不会电到我们的。那，哎 ，OK， 我们听不到，没关系。继续给他继续，还有你可以等很久都可以，那个叫我好懂得没有电停了，停流水他也是会想，除非他坏掉没有电。那我还放厨房，我还听不到，当我听到的时候虽然隔很久，但是我都来得及关那个水喉，关那个水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时间忘记了啦，不记得啦，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也不记得我们有没有开水喉，也不可能坐到几个钟等那桶水来吧。所以变成了我如果来得及的时候快点拿起来。所以我现在跟你分享，我用它吵住我们，所以我跟你们说，跟你们说，为什么呢？当我现在跟你们分享，不准他干扰我们，我跟你谈话。所以他的水分没有干透，如果他干透的时候呢，就没有声音的。你听，没有声音了。那停止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那盆水已经满了，当我那桶水还没有满，就这边。所以变成那些水没有升上来，我还没有放水喉。如果我最刚要加那个水喉，很大的水，咁啊，如果放得很大，我不可能等它满的，或者我做的事情走开，忘记了，不记得。所以变成我们浪费我们的钱，不是浪费水咁简单，浪费我们好多金钱还有时间。有的东西是不可能开水喉等它的，譬如说。浴缸啦，还有洗衣缸水啦，还有洗车的水啦，还有我们想省一桶水来洗地沙也有。所以如果我们有那个设施，有那个准备的，
还不会伤害到我们的，因为它用干的，还非常安全的，所以我们很放心的用，我们都还不会颠倒我们的，因为我用这么多年都没有给那种颠颠倒我，所以我觉得它非常100%的安全的。所以如果呢，你看我做的，说了他还没有完，所以我也争取一个时间，不需要等着他们了。我放了水了 ，OK， 我也快。我也快快点由他想起来给我听的，所以变成我现在又想给你们听，想起来他自己就会很快的速度，我就不会坐着等他这么久，可以给你们看那个视频，你们听到吗？你们听到吗？你们开心吗？哇 ，OK， 我睡着了，或者我去忘记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只不过浪费一点点水，好过浪费多多水。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我不浪费时间了。OK， 我拿起来，拿起来，让它呗。你等，不用水很多时间。离开桶水，我也放点水好，我不记得就长了。OK， 停了了。所以你说那个东西好不好用？对你们来说。好不好用？所以我觉得那个发明，我好几年的发明，所以我想将那个发明跟你们分享，也是十分跟你，如果有兴趣的商家跟我合作，我也可以，我欢迎你们打电话给我联络，没所谓，我可以跟你们合作，也没有所谓，希望你们喜欢我那个生产品呢。OK， 拜拜。